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亲子乐翻天新闻快报。什么亲子乐翻天？什么亲子乐翻天？应该是亲子吵翻天吧。哎，是你是妈还是我是妈呀？当然你是喽。那就对啦。亲子手牵手，快乐向前走。今天的亲子头条新闻，十二座金钟奖主播沈春华小姐写了3年的亲子书，终于要出版了。在这本两滴眼泪的幸福中，沈春华记录了她和一双儿女的亲子成长故事，真情流露。为人父母想要更了解孩子吗？辛苦的妈妈们还要如何鼓励自己呢？什么又是两滴眼泪的幸福呢？答案都在这本书中，大家不要错过哦。曼达，好像主播不能这样直接推销吧？是妈妈，我不是主播，我是你女儿啊。哎，你说的对，两滴眼泪的幸福，要让大家幸福哦。新闻快报，下次再会。